他找一个女朋友，然后他有一天就是迟到要去约他女朋友，然后女朋友很生气，就看得出来，他说啊，对 ，baby， 对不起哦，就装可爱哦什么的，对不起，下一次不会发生。他说你讲什么对不起，什么什么嬉皮笑脸啊什么的，你不好，这个很没有诚意，然后连对不起下次都不要讲，很没有诚意，好不好？他说哦，好好，他很温和的人，他就记住了在心里面。他说下次不讲，然后下一次因为工作的问题，他又迟到了，在他们又要约会，然后他来的时候，他就很镇静的解释给他听，我为什么我迟到了，因为工作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个女生还是不理他，很生气，然后男生还是很淡定，然后他说哎，你到底怎么样？他说我怎么样？你不。你连道歉都没有跟我讲哎，他说，但是你跟我说不要讲对不起啊。他说，哦，又来很多借口啊。哦，你真的，你跟你室友一模一样，幼稚没有负责任。是啊。而且你跟他对不起，他说这件事不是说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，你不要每次都以对不起作为你的借口。对，然后你不讲对不起，他说你怎么不讲对不起呢？怎么我你讲你的故事，我又想到我那个前女友了。怎么样？